全程隻手可以啦嚇。唔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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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多謝，不過多謝多謝你哋。好聲好氣令陳志耀人氣急升，其實 YoYo 2000年已經做靚模入行，2004年拍攝《四葉草二》加入 TVB， 當時已經有機會同大紅嘅郭富城做對手戲。咁我應該點樣負責？以後每一場演唱會咧，我哋三個都要坐頭位，好唔好啊？啊，仲有我想做你嘅 MV 女主角。你等了20年，跟住終於等到呢一個機會，你自己會唔會覺得遲咗啲咧？如果可以早啲嚟就好啦。都係嘅，因為其實你20年都係咁努力噶啦。都係咁啱咧，呢排咧我又睇到有啲報道啦。點解真係做嚟做去啲角色，一係就係反叛少女啦，一係就小三啦，再唔係就係奸妃啦。係咯，其實我都想問你。跟住係啦，即係我發覺原來我真係喺過往我唔係話100% 嘅，但係70-80%啦，都係做呢類型嘅角色。有時有啲監製會同我講：，唔係啊，冇睇啊，我就係總之覺得呢個角色啱你做咋咁樣。跟住我話：難道我真係咁似奸妃？方氏，難道本宮會害你家主子不成？姐姐。言五依字，傷及腹中龍鋭，屍係大逆不道。我知道你中意我噶，係咪？嗯，件衫都係麻麻地啫。件衫我照俾錢啦，同我照購入咯，前三個 account 就得噶。你望下塊鏡啦，你憑咩同我爭啫？嚇？你以為你自己大公司高層就懶係高人一等啊？我就要你冇咗份工。我其實我自己知道嘅，即係我喺觀眾心目中，好多時以前咧佢哋嘅印象就係、是、哇面目猙獰啊，成日話我個樣子，即係又話我眼神好兇啊，唉死啊，即係有啲咁樣。哎呀，冇咁樣。咁先 ，sorry。但係我好明白，即係好似20年嚟，大家先至開始，哎呀，搞到我都，大家先至開始去認識你嘅，係咪？即係我發覺啊，即係原來唔單止係觀眾啦，原來公司好多嘅人唔認識我嘅監製啊，或者即係其他綜藝又好嘅啦，即係全部都真係透過電視上面嘅角色去認知我咯。但係其實嗰啲唔係我嚟噶嘛，即係嗰啲只不過係我。即係去盡量去 fulfill 嗰個角色，我盡量演繹到係嗰個角色。我自己好似開YouTube channel 咁樣啦。咁我其中一個原因係都好想去可能去拍攝一啲我自己想講嘅一啲題材嘅。我見到佢有好多好多嘅留言，佢都話：哇！我真係即係喺呢個 channel 入邊，我先至睇到真正嘅你。好聲好氣都真係又係唔係我預計之中嘅嘢嚟嘅。我看到很多留言，其實我在當中有某些位置我都即有感動到喊嘅，即就算是網民的留言，即我都即我都覺得很感動嘅，的而且確，所以我留言俾佢哋，我話即好多謝你哋即嘅鼓勵同埋支持，即係咯，即令我流了好幾次眼淚咯。去年阿 U 在《那些我爱过的人》饰演大情大圣的钱丽媛，亦成功令观众对她另眼相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是不想要个 BB 的嘛，但是到现在没了，我才发觉原来我很关注个 BB。 娘娘，我以前多數都是很 girly 咁噶嘛，成日都要著到每一次咧，唔係奸，就算奸妃又好啦，小三好，永遠都是有錢嘅，即係永遠都是咧。呢個就似翻你本身真人。唔係咯，我都想啊，即係我其實，但係我本身我個人係好 casual， 好即係平時出街我又唔係好化妝啊，又唔係話好貪靚嗰種人嚟。其實你見我指甲油都唔搽，你咁你諗下我係咩人？即係我唔係嗰啲好貪靚嗰啲女仔。哎呀，我其實真係同我角色係完全唔同嘅。咁即係證明你真係演得好咯。即係我唯有咁樣安慰自己啊。陳志瑤咧有好多面嘅，我而家即刻考下你啦。又考我嗱，奸妃，奸妃。你嚇死本宮啦！小三，
系啊，死！你吓死我啦！钱你还？你吓死我咩？大碧姐，师仔，你吓死我啊！你个师仔。你 OK 用翻自己陳志瑤去演繹啦！哇哇，你嚇死我啦！你無啦啦又要考我演技，唔使驚，唔使驚，做訪問都要考演技，咁咪證明你真係好聲好氣咯！OK 啦，成功過關，訪問完啦嘛，訪問完啦，恭喜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